community 360 watt 的 talk。八月中，我把安哥的生意放上 community 360。两个星期前，安哥 call 我讲他办了。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安哥，顺便问一问他，上次我们帮他 post 了过后的反应怎么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蔚，我是 C360 App 的这一个 Community Scout， 所以我现在就call 安哥啊，问一下他到底他的那个 location 真正是在什么地方，然后顺便也 check 一下看到底今天他有没有开档，我怕他没有开档罢了。啊 ，call 一下他 ，call 一下安哥，等下开到 speaker， 安哥。安哥，你今天有开档吗？安哥，有啊，是在哪一个地方了啊？你讲你搬了吗？乌拉岗新村靠近哪里的？生计。哦 ，OK， 好，可以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我要打包三个大，全部是我，然后就少那个幺九三个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哦，安哥有开店哦。我今天的午餐有着落了 ，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就马上一起去找安哥。OK， 来，这个就是这个巴拉贡新村的路口啦，康蹦巴路巴拉贡，我们到那个路牌，然后我们就转进去左边，我们转左啊，转进去了啊 ，OK， 慢下来一点。OK， 所以这一个就是新村了。新村你会看到这个牌，这个牌匾，这个乌拉岗新村的这个牌，不懂是不是真的是这一边哦？看一看啊。啊，上给真的是上给哦！那，你们看，看到吗？上给啊，乌拉岗上给，看一下那个是不是在那边？哦，有猪肉粉，看一下。看一下，这安哥的店，哇，真的是在那边的安哥，不懂他准备好了没有啊 ？OK， 等一下我们下去啊。哇，我们已经找到安哥了啦，终于给我找到了，来，我戴一下帽先啊，我们出去找安哥 ，OK。原来安哥讲的是这个，我看安哥还在准备着，所以我们就给他一点时间。我看哦，等一下我们就去拍，然后去拍安哥，看他是怎样准备的。你看啊，我真是没有骗你们的，安哥他是真的很卫生啊，他全部东西都有做足的，全部mask啊什么都有做足，所以我很放心哦，来买安哥的食物。如果你们大家想要吃猪肉粉的话是，是你们也是可以来乌拉岗新村，如果来乌拉岗附近的话，就是 call 一下安哥，因为我在这个 C360 的 app 里面，就是已经把安哥的电话号码放在里面了，你们可以进去里面找他的 location 还有他电话号码。然后安哥很厉害的就是哦，他有他钱够一窝了的，你不用给他现钱的。啊，这个老人家真的是很硬的，你看可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改进，你就可以存活下来了。OK， 好了，我们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安哥啦。安哥当在这边。妈妈，我要回家了，不用打来。在这边。啊，旁边啊。你看安哥煮。安哥。我再帮你铺上去啊，讲你换了地方。安迪，今天没有来。OK， 好，继续做啊。OK， 你看安哥的电话号码，然后过后，你看他还有这一个他选购一窝了的，哦，他有猪肉粉啊，还有这个苦瓜米粉啊。我是本身是很喜欢吃安哥猪肉粉，你看安哥的那个档口是很干净的，是不是？很有那个，还有那个这个家里的味道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新村的地方咯，所以也是人潮也是比较少，以前都比较多人啊，所以就希望大家。可以来支持一下安哥咯，因为我真是觉得他们做得很好了，你看卫生方面什么都做到很好，
是吗？很干净的他们这个店。安哥也是本身也是很照顾卫生的。啊，安哥，你之前是在那个 C180 那边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是。现在你搬过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？布拉宫新村。布拉宫新村啊。啊，上次我想问一下你，就是上次我们给你破晓过后啦，就有什么反应啊？有多一点人咯、哦。有多一点人过来啦、啊，这边会比较少一点哦，现在哦，30人还是人潮还是比较少啦。OK， 好，所以的话就我们也会帮你把它播下去 ，OK， 跟大家讲已经换了这个地方啦。然后我想问一下安哥，你在这个就是你做这个猪肉粉做了几久？之前是在哪里的？过到达曼沙拉。过到达曼沙拉的啦，然后后来搬过来这个地方，因为、因为为什么啊？啊，我嫌它远。哦，嫌它远。啊。你住这边附近啦？我住九龙社的。OK， 然后你这个。店的话是星期几跟星期几开，然后呢？6点多有了。6点多就有了。啊、下午呢到几点？下午到1点半呀。1点半这样子啦。嗯 ，OK， 好。2 hours later。哇，孤立我竟然，没有给他安哥钱呢、啊。滚！那安哥应该想，哇，这个人晚嘎的，哈哈哈，来这边啊。啊，跟我 post 一个就要免费4包猪肉粉啊，靠这安哥脸，太孤立了。安哥，哎呀，我忘记要给你钱了，哈哈。Sorry， 忘记要给你钱，多少钱啊？4包。啊？27啊。27啊，这个电话号码他选过，我来给你 ，OK？ 啊，OK。不好意思 ，Thank you， 啊，拜拜。哇，我刚才已经吃了安哥的猪肉粉，现在精力充沛啊，可以去工作了啊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，一起成为 Community 360的 Community Scout， 帮助更多好像安哥这样子的小商贩找到更加多的生意。Community 360 Work the Talk。